红利。啊！哇！对众所骑兵，潘天矿影片为零，你必不败之地。父亲是标枪第一勇者，潘天矿，公对你是忠心折服，但。国王不能让你尊我，我讲高阶一瞬三十年前之境已经重现。伊也笑会出来，错了，哈？这是流不出的泪。不必沉重的笑声，声声刻入战兵卫的内心，伊是乎真灵再一次的展现。哈哈哈哈哈哈好短吧，咻！难，咋办？还有一个结束，爱到遗憾，哈！一刀剑如情，一刀当树荫，为情树荫，因因生情。人情高中交，刷了星星的，竟是无人收分。红日的建议，小弟众人不敢靠近，速把全城的乱将，专注见证着这场惊世之决。渐渐在对前之中蔓延，随着，什么？突来变故，扰乱众人心思。总算有了作用咯。你做了什么？你弄出了一件事情咯，不是你找到机会杀小王，从一开始就是小王布局要杀你。一个吕布军，一个以魔蝎谈判，真是值得小王冒这么大的危险孤身进入中原。你是故意？此地是国王为你所选的梦地。在一年之前，耗费一年的时间，中国大娘才培养出国王相爱的独林。现在，该送你上路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韩天宽心中独计，是的，林心，伊会救出苗稳吗？敌敌处处的从容，又是怎样的想法？为做河蟹之兵，会重新吹上短信风，两名渡舟新手，小可能达成共识，为天下重新下手用足呢？跳出来温热至今的用意为何？伊真正去过魔蟹吗？伊有掌握了怎样的信息？又是怎样从魔蟹脱身？修罗国度入梦，又会带来何种的危机呢？玉帝连串精彩剧段，请继续观赏《金宫宝殿戏·天地红鹿之魔力血战》第十一集。血战修林。